不得了啊！所以今天来干嘛的？是要赢 Baby 战队吗？对这一次这个咱们这个手游的一个表演赛，看到另外一方对角是 Baby， 所以有什么话想对 Baby 讲的吗？就希望手游来，我让开一点啊！来来，你们点到为止，对，就是当然点到是你要对他手下留情，点到为止，还是对方对你？是他的技能要点到我为止，是这个用意。我觉得理解非常好，对，我觉得就是手游嘛，一会儿大家看比赛的时候，当然看操作还是要看我们这一队。哎呦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手势？好害怕！嘴上说，其实真的较量的时候可能不会点到为止啊。之前Baby， 你有看过小卡的比赛吗？其实我有了解，有听说过，看是没看过，但有听说过非常厉害的中单。谢谢。然后也非常羡慕你可以跟周杰伦打。然后他更厉害的是，还赢了周杰伦，还赢了。不行，我今天要为我的偶像报仇。哎，你想象一下 ，Baby。九周年他赢了周杰伦，十周年你赢了小凯，哇，这个不能等于了，不能等于了，对，就今天我输了也不丢人嘛，也不丢人，偶像也输了，对，至少跟杰伦是一样的，对，但万一赢了呢？谁